没事，我们这边本身就有汪苏泷，能跟我抗衡。赢过杨迪的男人，没有错，杨迪已经走下神坛了。我们这边有两位歌手和一个导演，题我出的。那我还左手举吧，感觉杨洋知道的歌比玲姐知道多多一点。不行，我答不了最后一个，反正先让杨迪哥答出来个对，虽然嘛，咱们都是右手，差不多。好，今天为大家请到了在婺源土生土长的一位美食达人，我们有请知音姐姐上场。有这个知音这个，婺源有高山有流水有知音。啊，高山流水遇知音。我介绍森知音，是地地道道的婺源本地人，也是婺源美食推荐官。哦，喜欢赞社交平台，跟大家分享我们婺源的美景美食，还有婺源的文化。哦，好嘞，给大家介绍第一道菜，荷包红鲤鱼。因为这个鱼啊，肉质鲜嫩，头小尾短，背高复原，色彩鲜红，而且它有一个大肚子，形似荷包耳朵名的。那么这个鱼呢，它是由我们婺源的科技工作人员呢，就是针对我们婺源的水质，然后跟这个鱼呢进行了提纯复状，培育出纯食用的荷包红鲤鱼。哇，还有呢，这个鱼呢只有婺源一地吃得到，其他地方
满天宇，千，宝哥，千，千，错，我是，来，我来，来，千，千，去，哥，我，我说了千呀，当时他千，我说了千千，你看我没听到他的千。杨迪，这个怎么这种游戏怎么？哎呀，迪哥越来越不行了。我以为我们不行呢，刚才开始的时候，我跟杨洋说，我说我们完了。杨洋用男低音跟我说，没那么差劲，没那么差劲。鼓励了你，来下一首。满天宇，耶、yeah. ，错，空，不行了，王思彤，耶、yeah.。最亮的星，我没错，杨洋，争气了，争气！恭喜两道啊，你们还是零道啊，被他们听到了，再点啊，来，马天宇，妈呀，站，对，三二一，不知道不说，让给他们，先别说，先不说，还是站着呢。马天宇老师真的强，马天宇，哎，我这样，站，在高岗上，我听到了，上，已经失败了，那这题作废，我们作弊了，我们成作弊，这道题作弊，我们作弊了，为了把这道题作废，来，我们要再发现提示算对方几分。好。杨迪，你说的是杨，你说的是杨，杨光，杨光宗，错，杨光彩虹小白，啊，错，好吧，提示，这边提醒了，所以我算杨迪队得分啊。那杨迪前面还这样提醒了，说了第一个字，我要把抽地下。你说的是杨，杨光，这么提醒啊？这个不算提醒啊，这是个策略，这是策略啊。行，送一分，我认认真真，我非常遵守规则，让我没提醒过，我再也没提醒过一下。观众有目共睹，我们这儿虽然无同，但大家都有同。来啊，一比二啊。好、啊。这啥歌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李佳玲，蒙娜丽莎的眼泪，蒙娜丽莎，对，答对，耶、yeah, ，是我们的，永远是我们的，我们有饭吃了，我要哭了。
怎么能哭呢？一切会好的。杨迪，我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杨迪已经走下神坛了，神坛了，早就已经。来吧，饿了，饿了。来了，享用鲤鱼。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鱼肉那么细腻。真的，好好吃啊，这个鱼。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来，有请知音姐姐。这个叫糊豆腐。糊豆腐，对，这个呢，由于我们婺源啊是山区，山多地少，耕地不多，那么在古时候呢，婺源人每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的时候，我们只好把这个有限的大米把它磨成米粉，再跟这个素菜啊一起蒸起来或者是糊起来，作为主食来填饱肚子。这个糊豆腐呢，是我们婺源本地酒席的第一道菜，清清白白，一清二白，红喜事呢就是白头偕老啊，类似我们东北的小葱拌豆腐，一清二白，清清白白，做人也不掺假。对了，好，哇，这个得要，这个得要，这个得要，真的饿了，能吃下一头牛。好嘞，准备。王思龙，该死的柔，答对。咱们都娱乐，没有，我们都做快，我快。让我心在动泪在流，跟你说分手以后，哎，冤啊。王思龙，风中有不是字儿，牛，哎呀，来杨迪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呀。他说的是对的呀，刚刚没有，他是说那个哦，加了一个鼻音，牛牛。杨洋一直说话都是这样，你们能不能理解他一下？平时那么字正腔圆，真是不该加鼻音的时候加鼻音。好好一个猜歌，被你们整得像辩论一样。来啊，一比一啊，茶。来，王素龙，爱，三二一。爱在西洋洋，错，错，我知道了。爱在西元前，答对。绕二十一山，我们绕二十一山的一个大文大青年。西洋西洋洋，爱在夕阳前，相约黄昏后，一首黄昏恋的歌。来，再点歌曲。妈呀！我想起来了。人来，你什么？啥？错，杨洋错了。哎，等会儿错什么了？错呀，他没啥，他说了个啥？蛇蛇。他说蛇蛇蛇蛇。杨洋做一个傻子。你真的过分了，你真的过分了。你什么都不用。我对的。来吧。这样让杨洋唱一遍好吗？不要。原来你，原来你什么都不要，你什么都不要。你看，原来你感谢什么都不想要。没有，我没有唱错，我唱歌通常记调，但是很难记词儿。杨洋，你确定个歌名？什么都不想要啊。杨迪，你确定一个？原来你什么都不要。答案是原来你什么都不要，恭喜你们。什么都不想要，他们是王一鸣吗？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承诺当作对我的。什么都来，再点歌曲。啊，二一九干糖麦五，答对。
来，咱们一清二白，靠实力拿到这道菜。好像我们东北的肉皮冻。这个胡豆腐要加上我们这个海天金标生抽酱油，配上这个提提味会特别的鲜。嗯，特别好，不止炒菜香，点赞香。那以后我们吃点这些菜，配上以后也会提升它的鲜味。来来，最后一道菜啊。哦，这是个鸭子，这是我们当地特色的烤鸭。这烤鸭表面色泽金黄油亮，外酥香，而里肉嫩，别有一种特殊的鲜美味道。这道菜呢也特别的有讲究，一定是要放养一年以上的母鸭，再放入紫苏、香酥、鱼糖草、辣椒等佐料腌制三天后，再加入盐、酒、醋等自然佐料腌制半天后，放进烤炉而得。哇，来吧，杨迪，你也知道姐姐对肉类简直是就是势在必得啊。来吧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杨迪，一，三二一，一蓝，来，我们一，蓝，二，请过，是，答对。老门儿啊，你等会儿啊，我是你的衣柜啊。来，下一首。这什么偶像的歌？来刘德华。来刘德华，包子龙。男人。三二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们也不会。男人哭。爸，不是该我该你。日男人哭。爸哭。爸不是。错啊，来。男人哭吧，不是，对，答对。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罪。杨迪，我厉不厉害吧？刚出前奏我就知道。你厉害。一比一啊，来下一首。包子龙。客。七七的，客客客官，来洋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洋洋，要不是因为你长得太帅了，来吧，客，我被关，我关请闭嘴，客官请闭嘴，来来我来了，洋洋。可关不可你答对，这题出得好。客官请闭嘴，你不要对我讲话，请你闭上你的嘴。没事，不爱吃肉。来最后一首啊。哇，啸叫，就是那哥们大鱼，是，这是周深的歌。包子龙，化身。那你俩说这个啊，下一把，来，宝哥，化身孤岛的鲸鱼，啊，错，就是鲸。干嘛呀？哎，不是，你先说，对你这么的。杨洋，化身孤岛的鲸，答对。王师傅到了吗？我打的车到了吗？哎，我要去孤岛了。化身继客官请闭嘴之后，化身孤岛，已经化身孤岛的鲸了。这边业余周深，你回来吧。一个鲸鱼把我们给救了呀！哎呦，这个真好，是不是鸭子呀？好香啊！哎呀，来，我们恭喜玲姐哈，你战队获得了1000世界币，杨迪500世界币，我们加底够，我们加不着急，不着急吧？杨迪你怎么分？我们先一人分100，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我就可开心了。这样，一人发200，我都可以啊。来200，那好啊，这是最后一次大家可以转头的机会了。
有是否要转头的？范丞丞，最后一轮了，你不回来了？让你去，你快去。那我行，我可以去。那你现在走了再给我一百。这感觉跟自己哥要钱似的。我们这样，看看贾队长的表现，我根据他的给你怎么，我再你凭什么看人家的表现？他会给你。行，那我这样，我去人人的。你先给他。范姐，姐给了400，给400呢？给20，找你妈去，别来烦我了。算了，拿点。400不给，假的，就为了骗杨姐。好，20可以了，20转会了啊。就为了骗他爸而已。我现在是红队的，哥，我们就必胜。龙龙，你过去吧。龙龙来我们这儿。你怎么还遣散我呢？如果同样是1000块钱的话，我们要5个人分，他们3个人分。我走，我要让你后悔，你会后悔的。哥，我来了。人心散了。再加一轮猜歌，哥，你让他们再加一轮猜歌。马上不猜歌了，不猜歌。不是，我同时拥有卧龙凤雏二位，我真的是。哥，咱俩又搭档了，来吧。长山赵子龙是爷。少年诸葛亮，大老粗为你保驾护航。看着他俩，我有点吃不消。什么意思？你再过去他们那儿，我再过去他们那儿，感受一下，让感受上。柳岩姐，先过来玩一会儿。你攒齐了，我都不敢回头看。很帅的，你攒齐了。哇！有卧龙凤雏与张飞是。三人真的是，宝哥，宝哥，咱们就对他们3个人怎么样？哇，感觉齐了，棒！咱们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，中神通，中神通。哥，谢谢，谢谢妹妹，400多，宝哥400多。